讲究身心健康，服务其老，更要能回馈社区。由中心健康保险公司、星岛日报联合举办的中心健保同心卡欢乐日活动，日前吸引数百人次的耆老们踊跃参与免费健康讲座与礼品抽奖、大放送等多项精彩活动。除了提供医疗以外，我们还希望提供心灵上面的帮助，所以我们举办很多活动。多位与会民众们高兴地表示，中心健保所推出的同心卡福利众多，不但提供多所商家的消费折扣，且65岁以上拥有联邦红蓝卡的长者，还可现场领取免费精美礼物。去购物或者去吃东西都可以有折扣。这个我们希望这个同心卡越办越大，就是能够把很多很多的那个商店就是签到我们的同心卡里面。致力于社区公益活动的星岛日报，这次更提供与会的100名来宾获得星岛日报1个月份免费送报到府的优惠，与许多丰富礼品，奖品分量十足。错过这次活动的民众，欢迎拨打免费中文咨询热线866-314-2427，索取各类优惠福利。记者潘礼明、叶宏志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